你要吃什么呢？这边没有英文啊。哦。哦，OK。鸡翅咯。你要鸡翅跟天嘛 ？OK， 你呢？一个鸡。啊，可以一个 cheese ham 掺在一起的嘛？可以啊。啊，有一个。什么？我帮你做什么 ？OK， 我做一个 cheese ham。你要 bacon 吗？不要。你说什么 cheese 加什么？加那个 ham， 这是什么中间？哎，这个是培根。三个一起加，对对，你呢？你加什么？啊，加个 meat sauce。OK。有一个是 cheese ham， 一个 cheese 那个培根。一起加培根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？一个是加那个，一个是加培根，一个是cheese，要用那蛋。啊，加蛋也是。加鸡。嗯，等一下我回来啊，你再等。够哎，不懂，等下如果不够，我会再拿。一个培根加蛋。好。那我们说，第几个？第二个。
走了。